那怎么办？我现在每天都是一种跟他们战斗的状态，对。然后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要烦恼的东西，我也跟其他所有的妈妈一样，就是面临那些烦恼，然后要一步一个对策，然后克服他们这样子。可能，而且因为我是同时两个嘛，对啊，所以可能菲菲跟想想的人格发展什么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他们给我的功课都是完全不一样。我每天都在挑战。那你是黑脸还是白脸？我们家现在还没有黑脸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是会变成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分出一个说一个比较强硬的角色。对，两个都是比较希望用好好的、对，比较这种爱的教育的方式。对，可是随着他们越来越皮，现在要好好的调整一下。鞭子要准备拿出来了吗？鞭子可能需要，快要需要了。